哇！真嘥料啊！成支蠟燭扭翻曬出嚟，你話唔真無謂咧？唉，本來我心情好好，俾我老豆講一堆廢話，冧到我頭爆。廢唔好諗，唔明就問到明咯。我同我老豆係咁噶啦，都係估估下，情趣嚟嘅。 啊！嗱嗱嗱，整啖姜茶先。解酒有姜茶，生啡只有28味加金鹽菇，喉嚨痛有夏桑菊。 作感冇有合仔茶，点解你系老豆，我老豆又系老豆，佢同其他老豆咁唔一样？风凉话，我都想认蒋成天做老豆啊！你知噶，我两个做咩佢都睇我唔顺眼。 踢波捧杯，佢系闹我唔读书，我考第一，佢又话我吹口。嗰年冬至我阿妈病咗，我谂住嗌佢翻去同我阿妈食餐饭，佢嬲我好喺医度揾佢，仲刮咗我一巴。 我真系好想换过我老豆，可能你系出老天啦，唔打唔得啊，都几好，打得你咁叻仔，唉，我话得把口噶咋，其实俾我打到小田啦，系啊，小田叫佢做成点啊，冇打搞你啊，OK啦。 喂，即系有嘢咯，喂，你唔怕坦白讲，我系个老豆，有知情权噶噃。嘿，爸爸，你汤买咩翻嚟俾你？呢一个咧就系最新款嘅紫砂胆电子瓦撑啦，喂，煲汤好入味噶，佢仲有啊，呢度咧自动计时噶，自动熄火。 贵嘢嚟噶，十七岁啦，千零蚊啫嘛。不过咧，真系唔系我所值噶，因为咧，第时你煲汤啦、煲凉茶咧，都唔使睇火噶。你唔系争紧咪个钱嘅咩？个月啲粮唔系扣晒噶啦咩？你鬼有钱买啲咁贵嘅嘢？佢原价系千几蚊嘅，咁但系因为佢就系转款啊，所以五折。啊，仲有啊，呢个 display 嚟嘅，一折嘅咋，一折嘅咋。你坤我啊！ 我哋老豆嚟噶，你条尾竖喺向边啊？我就知你讲边种大话啦，衰仔！爸爸，喂，爸爸，爸爸，你做咩嘢？冇啊！爸爸，你唔过大海，冇炒，人哋钱都冇啊！冇炒啦！爸爸，澳门船费啊，衰仔，赌资不得止，仲要亏空公款啊嘛？斗金！爸爸，冇啊，冇啊，爸爸，喂，咩先？咩？咩亏空公款啊？你仲扮嘢？唔系亏空公款啊，你鬼有钱过大海啊？哎呀，你听边个讲噶？ 我阿辉哥一向咁关照我哋，你个衰仔食碗面反碗底系嘛？唔系拉掂我，佢报警拉咗你啦，都唔打过你，点对得住原家？你早啲做啊！爸爸，喂喂，唔系啊，我俾人威嘅啦，爸爸，放手啊，衰仔！你拣个信我外人都唔想整个亲生仔，你即衰功嚟噶你！你再唔放手，我条裤甩啦！放手啦，衰仔！ 若果真系关公款啊，保佑我咬柴，再帮我玩鞋。其实啊，我一早知边个穿柜桶底噶啦。边个？喂，你老板俾人标喎。姐姐，咁点啊？关系好唔好啊？好好噶。醉啦。哦。你哋捉我嚟呢度到底想点啊？嗱，讲清楚，唔系捉。 系请，不过好声好气咧，请嚟唔喐嘅，所以用啲有效率嘅方法啊，嚟请。陈永哥，嗯，
辉哥，你点解会喺度？秋根哥请翻嚟嘅。我已经找到证据，证明你呢五翼仔咧屈你老豆，所以我请晒你哋翻嚟啊，三口六面对质，睇下你做冇底难。喂，讲嘢啦，讲嘢啊！系，我话白羊员工唔揾签收入都即刻炒，系假嘅。我话白羊同供应商利益输送，都系假嘅。我乜嘢证据都冇，乜嘢都系假嘅。系有人俾钱我，叫我做白羊世界嘅。系边个？边个收埋你？系 Hugo。系你叫佢生安白做，都话你俾人梳摆噶啦，懵丙，系我咁正义先帮你揾证据嘅咋，而家人证都喺齐度啦，你仲抵赖？我冇叫 Hugo 咁做 ，Hugo 系我兄弟，佢都唔会出卖我。懵丙，你当人兄弟，人哋当你契弟咋？件事已经揭盅啦 ，Hugo 唔单止收买咗白人嘅员工，佢仲偷埋公司嘅钱添啊！呢個衰仔啊，偷偷地喺我公司入邊攞到，諗住用 Hugo 嘅 account 上網賭錢啦，先發現 Hugo 有唔妥。咁你唔早響咩啊？同你好熟啊？你兩兄弟咧，娶個鬼打鬼，我最心涼噶啦。我去搞清楚件事，搞掂。嗱 ，Hugo 咧就攞住公司嘅錢，喺百慕達咧開個空殼公司，大手買入阿寶寶嘅股票，跟住就好似莊家咁啦，炒上落。嗱，加上佢嘅內幕消息啦，知道我哋德利街幾時會注資阿寶屋，亦都知道我哋幾時會公開同 K Candice 合作方案。攞住呢啲好消息咯，要炒高只股票，食價出貨，即係二個借火啦。同樣嘅手段咧，亦都可以愛嚟對付白人，咁樣一來一回咧，賺幾個開嘅。到最後咯，將條數入翻落個户口度，咁咪神不知鬼不覺咯。佢咁做今晚就踩界。其實佢咁做咧都好聰明嘅，不過佢冇諗過喺公司有高手背後夾實佢啊。既生瑜，何生亮？係喎，你點租喐個電腦㗎？阿 K 夾到你啊！半夜三更賴死喺公司唔走啊！衰婆，夾實曬，方唔係耽我堂咩？嗱，老咪，你可以唔信我，但系呢度每一条数咧都有晒记录嘅。Hugo 喺你背后做咁多小动作，佢当你系几好兄弟，你自己心里有数啦。唔怪得知你咁落力打击白人，又搏晒老命同韩国佬倾生意，原来你有私心。唔系我收买白人嘅员工，点会咁容易窒低白人？点会咁多人撑阿宝？我冇私心，我做嘅嘢全部都系为公司。你哋睇到啊，赚翻嚟嘅钱我冇落过自己袋，全部都系入翻落公司户口。我预咗你哋会知道。你系咪傻噶？傻得过老咪，佢掉晒啲 cash 去撑阿宝，我公司迟早死梗，我唔可以俾德利介入。我打呢场仗就要证明俾我老豆睇我有能力，我唔要用哪吒招，我堂堂正正赢佢啊！你要赢蒋成天，就要狼过佢，狠过佢。我就系唔要刺佢，佢还佢，我还我。我就系知你要公平公正，所以啲哪吒嘢咪我帮你做咯。喂你，我唔想你输得更惨咋。咁起码你同我商量下先啦。你不问回报赞助黎俊做科研嗰阵。你有冇同我哋商量？你不惜一切要全力投资环保降解胶嗰阵，你有冇同我哋商量啊？你取消晒所有投资项目，要全力入股阿宝嗰阵，你有冇同我哋商量啊？从来你都唔听人意见，独断独行。我系独裁，但系到最后你赞成噶，系因为我太了解你啊！我知道点劝你都冇。你做生意根本就唔系为钱，系为啖气。公司迟早出事，由你决定入股阿宝屋。要同白人对冚开始，根本就系死路一条。我唯有用另一种方法帮公司储定啲现金，万一出咗事，你仲有弯住。公司咁多年都冇谂，唔系因为你决断英明，系因为我三番四次帮你喺背后兜底咋。Hugo 够啦，你点样为公司都好，但你都唔可以咁样踩钢线。
讲到底，你已经唔再信任我。我系用我嘅方法去支持你嘅任性妄为啫。